新闻深深红红。真的笑到不行，因为诚信男子十块钱投个不停，但洞口却是一点声响也没有，连小朋友都看不下去，比手画脚教他怎么夹，但夹不到就是夹不到，还惹小孩生气，实在太丢脸了。一气之下，竟然使出奥博，拿出预藏的铁丝，穿过机器缝隙，偷偷勾娃娃。然后又去拿铁丝，偷的比夹的还快。39岁的诚信男子，十岁之位，连偷3天，就算刮风下雨也不缺席，终于将心爱的老皮玩偶抱到胸前，但监视器将他拍得一清二楚，这下换小偷被警察勾走。一只监视器的镜头嘛，然后还有一只小型的扩音器，然后我们调阅周边的监视器，那有查获到这个窃嫌的身份。店家总共损失1000块钱左右，但诚信男子被判拘役90天，一颗罚金9万块钱，罚金多了快要100倍，让这名小偷真的是得不偿失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